第二是在外开车途中遇到小动物往生了，应如何做才好？这要看状况。如果这个路况很好，前后都没有车，很长距离没有车，你可以把车停在旁边呢，把这个小动物就近把它埋起来，哎，给它这个念佛回向，这就很好。啊，如果路况不允许，前后都有车了，那你只好在车上念佛回向给他，你就不能给他处理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也要看情形。